天叫别人欺负。过年也有。在今天这个大喜之日，其实爸爸呢也是非常的想到现场，来跟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。带着他的祝福以及希望，对你们说几句话。姐姐，姐夫。梁家人非常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里相互尊重、相互关心，在感情上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，在工作上相互鼓励、相互支持，同时一定要时刻铭记感恩父母、尊重长辈，做一个好媳妇、好女婿。你们呢，有时间